要拍完劇先啊，因為而家都仲拍緊網劇，咁所以可能都要過完成個冬天啊，去到夏天先會有機會可以去 honeymoon， 係。咁你去邊 honeymoon 啊？啊，啱啱翻咗去呢個沖繩嘅，咁我個女朋友喺嗰邊結婚，咁我覺得沖繩係啊，沖繩 Okinawa。覺得那裡很漂亮，沙灘和陽光和那些教堂很漂亮，都希望老公可以陪我去咯。何時輪到你快點生 BB 啊？何時輪到我？我們自己兩個就希望先二人世界先，希望可以過了二人世界去了 honeymoon 先，跟住先再想下這個下一代的問題。你是不是有想的想二人世界，即係 plan 好咗幾時？係啊，老公比較傳統啲嘅，佢係希望可以生一個小朋友係生肖係甲嘅，生肖係甲嘅，甲嘅生肖係啊，即係咁咩生肖甲咧？老虎咯，老虎仔其實係幾年喎？哇，好耐喎，嚟緊豬。仲有四豬係三年啫嘛 ，OK 嘅，好快啊！冇三年幾啫嘛，你陀都要一年嘅。嗱呢個係理想嚇，理想希望係可以生隻小老虎咁樣咯。可能有意外咧，沖繩。可能啦，你哋會知噶啦。如果真係有意外嘅話，幾時？點啊？係咪感染到阿南？有冇感染到你？都想快啲做人啦。快啲做。咪見到佢哋好開心，因為有新嘅生命就快嚟到啦，咁自己又要做 auntie 啦，咁見張相都應該幾似祖藍嘅，咁人哋都話女仔似爸爸係好幸福嘅，咁我都希望佢係有祖藍嘅嘴、sexy 嘅嘴，同埋呢個 Lian 好高嘅鼻咁樣咯，咁出到嚟會係下一屆嘅。不是下一屆，但是將來的 Miss Chinese International 或者 Miss Hong Kong 這樣咯。